现在我们正在测试这个 Samsung Galaxy A33 的这一个超级防震模式的视频拍摄。我现在正在走动，待会我会来跑一跑，然后看一下这一个画面是否稳定。我现在就开始跑。大家觉得这一个跑动的这个画面的稳定度是否足够呢？因为我正在单手持握这一部手机的，欢迎在这一个留言section给我指导一下，谢谢。